禁渔令，你怎么不当回事？抓起来接受处罚！我八百里共江各位父老乡亲，鉴于本禁渔令正霸大赛尚未结束，新渔王尚未决出之际，再颁禁渔令。凡我县渔民，在此期间不准捕鱼。今后的新章程需大家。咋了咋了？是又说不让捕鱼了吗？你没听见呀？说是正打擂蒸鱼王呢，新渔王没蒸出来呀，不让捕鱼。在哪蒸鱼王呢？ 停停停停！那两个别动，来来来，把这个放下。放这边。好，好，这没什么不好啊。清明堂，这不挺好吗？挺好挺好。哎，慢点，挂着别动。刘县长，您还喜欢这些前朝的架势啊？嗯，下棋合适。哎，等等，来来来，把这个放下。对对对，抬过来，抬过来。 这是黄鱼吗？这么大？咱贡江进贡的黄鱼呀，起码是1000斤以上。是吗？哎，哎，啊！我听他们说，这个三不捞是什么意思？那第一是，冬游入海子不能捞；第二是，黄鱼产子的时候不能捞；三嘛，就是黄鱼太小不能捞。哎，那得多大个才能捞啊？起码500斤以上啊！啊。
我说去年国民政府要皇鱼，那个童恩廷他拦着呢。哎，按前朝的章程，这鱼王都管什么呀？啊，捕鱼、养鱼、护鱼和送鱼。啊，现在是民国了啊，这新鱼王得按新章程办。那是那是。哎，擂台赛那边怎么样了？第八擂打完就没人了，胡家庄胡七获胜。胡七胜。 这要是胡七当上了新鱼王，那可就省心了。往后除了国民政府要的黄鱼贡，剩下的您爱供谁就供谁。佟庄，佟九爷到！哎呦，佟九爷呀，你怎么亲自来了？有什么事你说一声，我们过去呀。刘县长，这就是我常跟您说的黄鱼庄的庄主佟九爷。 见过刘县长。哎呦，您就是佟九爷，久闻大名啊，看座。免了。哎呦，佟九爷，你这是？二位大人，我怎么听说这擂台赛打了八擂，连水都没沾，就完了？这可是蒸鱼王啊！我当了二十几年的鱼王，从没见过这样大擂的。哎呀，我的老鱼王啊！ 你不是说你不打了吗？我是说过，我老了，这鱼王该让贤了，可我没说过就让给胡七呀。这么些年了，这八百里贡江，谁不知道胡七的为人？他欺天霸水，去年还抢了人家闯关东百姓开的300顷良田，还逼着人家替他打鱼筑坝，却让人吃糠咽菜。 您可能误会了，我怎么听说他的那些田可是花银子买的呀？十亩良田不到一块大洋，那也就买吧。哎，佟九爷，您消消气，息怒。息怒。佟九爷，您别走啊，咱们坐下来再好好聊聊。对，一块聊聊，一块聊聊。啊，跟这种人没什么好说的。擂台上见。佟九爷，佟九爷，佟九。您看他能治好吗？这伤寒病啊，来势凶猛，吃些药发发汗，也许会好吧。哦，我走了啊。 要佟九爷，爹，谁病了？在城里街上撞见的，胡家人欺负他，我就把他接回来了。我去看看。他是干什么的？山东的，说是闯关东过来的，叫吴三宝。这算啥事儿啊？捡回个死党还得伺候着，会不会去？不长进的东西！爹，别理他。 还不如个外人呢。你躲开！你真打呀！爹，你看我哥刚才说的啥话呀？他不帮忙也就算了，还说三道四的。祥玲啊，你做的对，咱们佟家世世代代就没有见死过救的。 何况，他还是个病人。闯三关。哎，七，这姓佟的也太不识抬举了。他又冒出来说什么前八擂不沾水就不能算数，什么玩意儿？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哎，你说七，他这样的算不算是那个出尔反尔啊？ 他就算闯十关，我姓胡的也陪他玩儿。您真要陪他闯三关呐？这新鱼王，我志在必得。七爷，你找我。老爷，来，坐。哎，
坐吧，谢七爷。哎，老于啊，啊，七爷，你做我的鱼师有2年了，对吧？对，劳苦功高，来，喝酒。七爷有什么吩咐？你说。老于啊，你是这800里贡江有名的鱼师，这闯三关都有啥道道，你该比谁都明白。七爷，想当年，乾隆爷赐封黄鱼庄佟家，天下第一鱼差，就是因为佟九爷的祖上。 在乾隆皇帝巡查贡江的时候，表演过荡鱼船、走鱼路，和最难的勇闯飞龙渡，这就是一直传下来的闯三关。嗯。啊，老于兄弟啊，你水上功夫了得，这次你得帮我。哎，七爷对我老于有救命之恩。 好功夫，大伯早。爹。哎，小山东恢复得不错嘛，这才几天的功夫啊。是啊，大多数得了伤寒的人，不说九死一生，也得调养个把月才行。看你这架势，是学过太极调息养生吧？家父在世的时候教过晚辈一些，说是能调理阴阳。恐怕不只是调理阴阳啊。 家乡历来有习武之风，多数都会三拳两脚的。大伯，这些天晚辈感觉恢复的差不多了，晚辈想我还是……三宝，我知道你着急要走，你久病初愈，还是再调养一些日子，待身子骨结实了再走不迟啊。别这那的了，听我爹的。脚下好比一茶盘，身如茶杯。 放上边，哪边偏沉哪边走，进退闪展不出圆。开合虚实藏真意，四肢百骸皆安然。以时送虚是诀窍，重心总在两腿间。茶杯只管要松正，任由茶盘到处端。七爷。 要是再陪你练两天呢，我都快有长进了。七爷，时候不早了，上来歇会儿吧。不差这一会儿，七爷，先用膳吧。嘿，呀！快点，把板搭上。七爷说话就上来了。好。哎，七爷，那茶都给您沏好了，连洗脸水都给您。哎呦！哎呦妈！ 七爷，你本事太大了，七爷！哎，七爷，哎呦我说，你嗖一下跟见识的！哎，七爷，您折腾大半天也辛苦了，我给您请了县里边最好的古爷班子，好吃的都给您备齐了。您最爱吃的那个四喜丸子。七爷，老于啊，还有什么好玩意儿？接着练。七爷，谢谢了。您还练呢？别。 不是不是，上不知腿节节伸，脚尖搓绳到脚跟，通骨穿。
翻机苏苏走，脚触地时肩背沉。动手之前先动身，动身之前先动心，动虚之前先动实，动烧之前先动根。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不是动烧之前先动根吗？再来，横举手时别举手，要伸腿时腿莫伸，急刹吧。调准偏沉偏轻处，阴阳相济是乾坤。哎呀呀，哎呀，哎呀，我不行了，不行了。大少爷，跟你了。啊，不行了。大少爷，没事吧？哎呀，你起来，你快起来呀！哎，我你看人家都走得好好的。哎呀，不行，哎呀，哎，我不练。哎，你回来呀！我不练。哎呀，我腿肚子疼。你要去哪儿？啊？看看这么多人，哪个像你呀？佟九爷，大少爷身体不舒服，要不就别难为他了。我像你这么大，已经打过两类了。正气的东西，那黄鱼鳍有那么值钱吗？不就是块破布吗？混账！站起来，我站桌上站着，不让下来就不许下来。乡亲们放心，只要我佟文婷有一口气在，这枚黄鱼鳍就会永远在这飘着。身体刚好，别着凉了。嗯。我爹他英雄了一辈子，却生了我哥那么个不争气的儿子。我又是个女流，看着他老人家着急，一点忙也帮不上。这三关非得闯吗？一定要和那个姓胡的争吗？不争可不成。那个胡妻可手黑了，他要是掌管了黄鱼庄，那乡亲们就没好日子过了。你多大了还带那玩意儿？从小就带着，习惯了，没舍得扔。嗯。七爷，哎，七爷，事情都办妥当了。妥当了？妥当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能小瞧了佟恩婷。啊，是。民国二年六月初八，自由我县公署新任县长刘秉德大人奉命在八百里贡江举行鱼王争霸大赛，第九类共三关，第一关荡鱼船，此关章程乃我县历代传承，一行船捕鱼之意，于天水之间取可荡晃颠摇并能上下升降之小船，据赛者二人各展身手立稳于船上，能摘下彩球者为胜，未得彩球或落水者为败，死伤不论，敬请三江天地人神共鉴。佟恩婷
龙九爷，对不住了。二位大人，小的在桂香楼摆了两桌，请二位大人。别跟我说这个，你是你，我是我，再过七天还有第二关呢。董师爷，你没有了，刘县长还有事儿呢。啊！哎，七爷，您太厉害了！七爷真厉害！恭喜七爷！好，谢谢王七爷。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轻点，轻点，轻点！哎呀，轻点，媳妇儿！哎呀，好，哎呀，哎呀！三宝，你是怎么看此事的？大伯，您的脚没伤到筋骨，我倒要兴许够了。这个童安亭也算是个人物，可他实在是不识抬举，就别怪咱们下手无情。 就是，风水轮流转，老童他已经风光上百年了，也应该小孩拉屎、挠挠窝了。这几天啊，你什么也别干了，给我好好的准备第二关。哎，小的心里有数。嘿嘿，得万无一失。你放心，我一定让那个姓童的知道什么叫后悔。你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兵书上说。 不战而屈人之兵，赢下这一关，我就是新余王了。
那是那是，你这个人呐，往后做事儿得动动脑子啊。啊，动脑子，动脑子，我一定动脑子。哎，来，七爷。我抓了两只大的。江玲，差不多了，咱回去吧。不行，这儿的螃蟹好，我得让你在这儿天天吃到这样的螃蟹，让你吃够。啊，你想撑死我呀？撑不死，是让你记一辈子。江玲，我……你非走不可吗？我得去淘金子呀。冒险受累的，那玩意儿有用吗？那咋没用？我回老家买地盖房子呀。盖房子？干啥？过日子呗。你和谁过日子？我娶个媳妇过日子呗。我。香玲，我真的得走啊！不行，我就不让你走，你哪也不许去！哎，香玲，你听我说，我不听，你给我回来！你饶了我吧，香玲！我就不，你给我回来！哎呀，媳妇儿，你饶了我吧，媳妇儿！哎呀！你闹，还反了你了？就一口。你给我一口吧，我真的受不了了。我是帮你戒烟的，你真累死我了。哎呀，媳妇儿，你是我上八辈子的活姑奶奶，媳妇儿，你给我一点，以后我伺候你啊，媳妇儿，我给你洗脚、擦屁股、端尿盆啊。抽，有本事当着你爹面抽去，看他怎么收拾你！你们都欺负我，我在这个家做个啥呀？好歹我也成家立业了，我还是个独苗吧？狗屁！这天天得老爷子管着，还得受香菱的气，再不抽两口，这不还得给我腻歪死啊？哼，你呀，不怨你爹说你。你就是个不长进的东西，你们姓佟的家业指不定以后是谁的呢，败家的玩意儿。我就不信了，早晚有我当家那一天，你们都给我等着。就你，你们家早晚得得外星人的计。不许你这么说。七爷，我有主意了。哦，七爷，告辞。嗯。七爷，您不是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吗？小的想到了这第二关。大伯，哦，三宝没睡呢，还出去啊？睡不着，想出去转转。孩子，你非要走，我也不留你。不过，以后你有什么需要老头子的地方，尽管说。谢大伯，晚辈是想说。大伯，要是这个鱼王咱不争呢，行吗？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擂得打，可是就算是死在他手里也得打，不然对不住乡亲们呢。晚辈明白了。三宝这孩子难得。
你神气什么呀？哎呀！你看什么看？你不是病好了吗？怎么还赖着我家不走？我告诉你啊，少打我们家香菱的主意。哼！别以为我爹喜欢你就眼里没人。我要不是看在大伯和你妹的份上，真想揍你一顿。小样吧你！香菱，香菱，哥，你真行，东西会偷了？啥偷啊？我不是进城给爹抓药吗？哦，是抓药吗？啊！嘿，哎呀，还嘴硬。哎，这药不要了啊！哎，哦，这个还有这个也都不要了啊！少爷，这可是调养进补的方子，这几味都不要了，这药还买吗？废什么话呀，抓不抓呀？哎，得抓抓。掌柜的，掌柜的，干啥呀？佟家大少爷又来了，他说没带钱，还想赊账。您看，您说，这佟九爷阴雄了一辈子，怎么有这么个儿子？他妈的，我去看看。没想到这小子还喜欢这口啊！啊，七爷，我告诉你啊，佟少爷，您消消气啊！小伙计新来的，不懂规矩。佟家说了，以后凡是您来，让柜上赊着就行。哎哎，佟少爷，佟少爷，您在这儿给我画个样，以后您来啊，就把这儿当自个儿家啊，想抽多少抽多少，想什么时候来都行啊，我们欢迎啊！进来吧。行了，好。七爷，让咱进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没事不要到公署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呀？小的知道，这几天没能来拜见二位大人，这心里头不踏实啊。你就别绕弯子了，有事儿说事儿。
看啥？啊，不能要。是，上一次你送给本官的500块大洋，本官就不能要啊。我已经如数的上交了，是吧，师爷？谢谢你对公署的赞助。啊，那个呀，就是赞助公署的。这个是孝敬大人您的。那个，你们同虎两家打擂啊，本官不多说话，就算是帮了你了啊。你胡奇心里该有数啊。啊，真的要走啊？太久了，早就该走了。大伯，后面还有两位，我看胡七这人他心术不正啊。自古以来邪不压正，你放心吧。那你一定要小心呢。三宝，这两身衣服你拿着，把这给带上，路上用得着。这，我爹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争霸赛第九擂第二关，走鱼路。此关章程是在水下搭起站桩，其间距6尺，乃成蜿蜒鱼路。赛者需凭借轻功脚踏站桩奔跑竞技，如同在水面飞奔，恰似蜻蜓点水。能先到对面之人以升旗为标志，即为得胜。若第一关失败之人再次失败，下一关不用再比，鱼王就此决出。刘县长，开始吧。童文婷、胡七，上场。童九爷，你这是何苦呢？不如你现在就退赛，我送你30里水面，外加1000块大洋，怎么样？别做梦了。哼，苍天作证，我胡七可是仁至义尽了。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为了显示公平，参赛者各走哪条鱼路由抽签决定。童文婷、胡七听好，这两块木牌分别写着2条鱼路，你们抽到哪条走哪条，不许反悔。你们听明白了吗？明白。童九爷，上一关你怀疑本官不公，这一关你可看清楚了，这其中是否有诈？举头三尺有神明，我童文婷信天。
我的妈呀！作孽！你给我起来！作孽啊！你说什么？还疼吗？不疼了。还说不疼，看你还一直哆嗦呢。今天你救了老夫一命，应该的，大伯。上官的那一下也是你做的吧？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大伯，晚辈是想在第三关之前先不走了，兴许你能用得着晚辈。你早就该不走。姐，我就没见过有这样吃里扒外的。我亲眼看见那小山东从河里出来，我刚要上去把他给弄住，
结果这老于呢，他就是不让啊！不是万无一失吗？怎么会败了呢？哎呀，七爷息怒，七爷息怒！哎，七爷，你千万别生气呀、啊，这气大伤身呢、啊。哎，七爷，我说这……七爷，刘管家，我打听清楚了，那个吴三宝是童家捡回来的，是一个快要病死的山东棒子。去，哎。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这个小山东，给我把童安婷的女儿绑过来。哎，三宝哥，帮忙！哎，来，能不走了？我不是说了吗？不走了。打完了也不走了？那不走我干啥呀？啥干啥呀？陪我爹打鱼呗。香玲，我得去淘金子呀。你咋还不忘淘你的破金子呢？香玲，你听我说。哎呀，我不听了，你赶紧去淘金子吧，然后再回你的山东老家，娶个傻媳妇儿，再给你生个傻儿子，你赶紧去吧你。你走得越远越好。哼！媳妇儿，杨玲这两天在伺候我爹，他根本就没在他那房间里睡。我爹那钱匣子现在就在他那屋呢。你去把他那钱匣子拎来呗。嗯，天赐良机呀、啊，媳妇儿。我问你，这两天你是赌了还是嫖了？说。哪能嫖呢，媳妇儿？不能嫖，不能嫖。哼，你咋不去呢？哎，媳妇儿，媳妇儿。你这个怂老爷们，你说你能干啥？偷个钱匣子还得让老娘们打头。你过来，媳妇儿，要不你自己去吧。哎，媳妇儿，媳妇儿，哎呀，给我看着。哎，媳妇儿，我还是。
是你，我知道你叫吴三宝，也佩服你的身手和为人。那你告诉我，今天晚上你们来黄鱼庄是要干什么？我们绑走了童九爷的闺女香菱。对，你们想绑架香菱，然后逼他爹放弃打擂。是。你为什么要告诉我？没有为什么，信不信由你。告辞了。媳妇翠花啊！哎，你们这帮废物，你们！哎，快撤，快！那他怎么办？快点，你让他不要了。人你都没看清，你发什么邪火啊？在这儿啊！哎，媳妇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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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点，轻点！我错了，我错了，我说多了，我说多了。哎呀，这帮人也真有意思啊！你这模样的都抢。哎，行行行，好了好了，乖乖乖乖乖啊！童九爷，全村都查了，各家都没有事儿。哦，爹。嗯。这个没丢。他们不是冲钱来的，他们是冲人。为什么呢？哎，别，宝玉，你别这样。
你可别听他胡说八道。不是我，嗯，你干得不错，累了一宿了，快去歇着吧。啊，谢七爷。嗯，不是他，你个废！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你和老于较什么劲？你有脑子没有？不是，是我笨，我糊涂，我笨，我糊涂，我笨，我糊涂。给我听着，这个小山东不除，这个累我打不踏实。这个人，在开擂前得给我消失。消失？好生伺候着啊。好嘞。哎呦，齐老板，齐老板，来来来，您先请坐啊。来坐下。我那头您知道了啊。知道知道。您先躺好啊。来给您点上。哎，谢谢。哎呦，大少爷您成舒服了啊。哎，您还没给钱呢。不是赊着吗？啥时候说赊着了？哎啊！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谁讲理？哎，别打了你！别打！不讲理！谁谁呀？说谁不讲理？别打！不讲理！别打！别打！别打！有事儿！七爷，七爷来了，过来。爷。佟大少爷，这个使船呢？必须得快！哎，你三观不快不行啊！知道了。你小子是越来越有样了啊！姐好，走走走走啊！佟大少爷，请。请吧。姐，哎，真好，到底是桂香楼，就是就是。哎，佟少爷，吃啊。七爷，七爷，您该打打该罚罚，我知道错了，我下次再也不敢了。这小伙子真好，一点都不像你爹。哎呦，怎么出这么多汗呢？小子，你是不是怕我？哎哎，姐，我没听清。我是怕你。那你愿意跟我合作吗？啊！说话呀！七爷，七爷，我知道错了，七爷，七爷，七爷，我错了。刘管家，哎，七爷，三宝，三宝，哎，过来歇会儿。大伯，嗯。你小子行啊，上手真不慢。过去使过船没有？嗯。三宝，有件事儿我一直想问你。大伯您说。
你大概能感觉到我家香菱对你有意思吧？给我句痛快话，愿不愿意和香菱成家过日子？大伯，我……哎呀，说嘛！我是喜欢香菱，我这辈子能遇到她，那是我的福分。不过我现在啥也没有，我有的就是身上这把子力气。大伯，你要是信得过我，您放心，我一定能让香菱过上好日子。好小子，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三宝啊，自从打擂那天起，我这心就老悬着，想想就后怕。你说我怕什么呢？打擂就没有不出闪失的，可真要是有个万一，香菱这辈子怎么办？哎，这个才是我最放心不下的。大伯，有句话我一直想跟您讲。说吧。这个擂，您不打，我打。不，让我想想，想想。都练着呢。酒也好，酒也好，酒也好，酒也好。爹，回来了。啊，香菱啊。哎。今天晚上杀鸡宰鹅，好好的庆祝庆祝。哟，这遇见啥好事了？这么高兴啊？嗯。啥好事？晚上你就知道了。嗯。燕儿。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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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哎，大宝哥。香菱。我爹怎么了？这不年不节的，杀什么鸡呀？啊，是啊，给你这个。哎，快点儿，慢慢悠悠的。哎，你过来。哎，过来过来。哎，自己拿着。哎呦，谢谢少奶奶，谢谢少奶奶。你干嘛去了？啊，给爹买药去了。买药？买什么药去那么半天？有事儿啊？洗个脚？对，打水。哎，啊，缸是满的。啊。哎，这是空的。哎，我一会儿就回来。洗洗呢，啊，洗洗好，洗洗好。大少爷，我头一回见你这么勤快。兄弟，以前呢，都是我的不是，这往后呢，我是想明白了，咱俩就得啊，不是兄弟胜似兄弟。这等我爹比完了第三关，咱俩就拜个把子。以后谁要是欺负我，你也能罩着我不是？大少爷，过去的事儿你别往心里去就是。渴了吧？哎，还真有点。啊？有事儿啊？啊，没事儿。哦。三宝啊！哎，大伯。啊。爹。你怎么在这儿？我来跟三宝兄弟唠会儿嗑。唠嗑？啊，好，以后有时间
跟你三宝兄弟好好唠唠啊。三宝，坐。大伯您坐。三宝啊，我仔细想了想你刚才跟我说过的话，我还是不能答应你，让你替我打这第三位。大伯您别跟我争，如果你是我，也一定会这么做的。爹爹，你别喝！大伯，爹，你这个畜生！慢走。怎么样了，先生？先生，你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大伯呀！你说话呀！童老爷喝的是剧毒啊，无药可救啊！老爷，老爷，让我起来！童老爷，躲开！从今儿个起，你就是我童家的女婿了。香菱，爹跟你说过，以后不管三宝走到哪儿，你都要和他在一起。爹。你们要好好过日子，善待乡亲，绝不能辱没通家，记住啊！童九爷，童九爷，童九爷，童九爷！大杨子，咱歇会儿了啊！以后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啊！大杨子，你别想不开啊！大杨子，我不能没有你，你别丢下我呀！你听到了没有？对，不能没有你。嗯，我们得一起，我们得一起伺候咱爹，一起伺候咱爹。大杨子，你童安鼎死了，七爷，禀七爷，童家一帮人正带着孝往相公署去呢。
哎呀，真是世事难料啊！童文婷的儿子毒死了童老头，这老天爷又让这儿子上吊，跟着他爹走了。您说这黄鱼庄完了吧？又冒出个吴三宝，那又怎么样？这擂还得打呀。哎，这盘棋呀，还真有的比。怎么比？您这红棋呢，就好比是胡七；我这绿棋呢，就是吴三宝。您这连环马缠着我的老将，我的卒子呢也已经过了河。不过你把我比成胡七吧，我最烦那小人。那不要紧呢，我们把这个调过来呀。您是那吴三宝，我就是那胡七。我说师爷，我刘某人当这个官儿，不可能流芳百世，可也不想留个骂名，你说是吧？是是啊，将军，我又输了。争霸赛第九擂第三关，飞龙洞。此关章程乃用木桩在江面搭出一宽一窄两条水道，赛者二人需驾小船横江竞技，先过窄道，再投出船上鱼叉，中靶后方可继续，而后需过宽道登龙门摘旗为胜。其中二人驾船皆不可毁桩，不可绕行，不可落水，投鱼叉不可不中，倘有背者即为落败，当退出比赛，鱼王就此决出，死伤不论。Thank you.
说，今天是谁胜谁负啊？那谁知道啊？这得看吴三宝能不能不落水，达到鱼王旗。三宝兄弟，接着！加油！我想明白了，这鱼王啊，就该是人家黄云庄的。三宝，小心啊！赢了！